受到全宇宙大大祝福的迫降 CP 玄彬孙艺珍终于替大家圆梦了。日前孙艺珍才在节目上对刘在熙放闪，我现在的爱情就是初恋，没想到10号晚间他就惊喜宣布要结婚，并以韩文英文官宣是的是他。孙艺珍贴出一张白色小婚纱当配图，表示自己在写这篇文章前一直很苦恼要用什么方式表达心意，想说的漂亮一点，因为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故事，我有了陪伴我余生的人，是的，就是大家想的那个人，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让人感到温暖与安心。坦言自己与玄彬是自然而然走到这一步，玄彬则是透过经纪公司发出甜蜜牵手照证实喜讯，说我和那位总是逗我笑的他约定了，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走，在作品里相遇的郑赫与势力要一起迈出人生的第一步，期待大家能用温暖和充满爱意的视线为他们的第一步高兴应援，透过亲笔信传达幸福，让粉丝们全部暴动，你们一定要这样永远甜下去哦。